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今天我要跟子編一起来玩双人解谜地图。嗨，哇，双人解谜好久没有出现了，又好久了，又是一个好久了，三四年了吧？我刚刚去 YouTube 搜寻双人解谜，搜寻解谜都搜寻到我们的嘞，都搜寻到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就是要来玩呢、真的，这个解谜的这个东西很久没有如火水啦、我们没有，其实我们去年也有玩过一张啊。不会是哦，那个 Terra 什么鬼的吧？ Terra 之前还有解谜啦，我们今天要玩的是返回地面。我们这次要认真的把这个玩完啊！规则我念规则，你念剧情。好，我念剧情。规则是：请勿作弊，请勿使用小地图，请勿破坏任何方块，除了指定工具打破指定方块。请勿新建任何方块，除控制杆可放在指定方块。游戏模式为冒险模式，普通。好了，没了。好，剧情呢？我是一个冒险者哦。有一天你醒来，发现自己被困在高处，你必须想办法返回地面。没了，就这样。这什么剧情？我说失败啊，超失败、欸！我天哪，我以为会有两三面，我正想说休息一下的、欸。超失败啊！超级白啊！对啊，那请问一下，这怎么玩啊？怎么开始、好了，开始了。你怎么飞过去了？你怎么做到的？我按上面那个按钮，快速开始模式那个按钮，你按一下好不好？有看到了，我飞过来了。所以我们记得把创造调回来哦。他说要冒险模式，是不是？冒险模式是调一下。Game Mode 2我调了。有了有了，我们现在在一个方块里面，应该会有个按钮吧？这里啊，在你后面哦。那我觉得按钮好难看得到哦。开门了。不要再按次了啦。有个稿子哎、欸，哎呦，有一个稿子哎、欸，稿子可以破坏指定方块啊。指定方块是哪一个是指定方块？不用啊，不用不用，旁边有按钮。喂，按钮再次，你按一下。哎呦，哦哦，这个吧，是不是这个？哦，是这个，应该是这个。哇、哦，看起来就是很指定方块的样子哎，就是要你下面可以挖，下面可以挖，挖你挖你挖，我大爷要过马路，怎么会自己挖呢？哇，老公呢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帮你挖帮你挖，老公辛苦开路辛苦开，呀边干边玩蛋，不会这样开鱼，后面都挖一挖，好久、哦。需要那么拖游戏时间的？不是啊，才挖两个方块，你就在那边抱怨东抱怨西，挖上面挖很多，而且还有指令哎，还有现在正本挖成就挖掘高手，我还不先拿一波，啊，给你看，给我看，这样可以拿成就，这样可以拿成就，这游戏也太随便了吧？什么？这是轻松写意耶，我喜欢纸片快挖，纸片，快了快了快了。好久、啊，好轻松哦！这款游戏我喜欢。要被挖完游戏都结束了吧？来了，这里有密码锁。有问题你想知道那边的密码吗？那就按下按钮吧。哦，翻过来了，好像有一个透明的墙阻碍，跳不出去。难道要跳洞下去？什么东西？冒险者，你跟我在同个地方吗？你去哪里哦、欸？我按了一个按钮，他问我说要不要知道密码，我就按下去了。按钮在哪里？在下面。哇，对。可是这样怎么知道密码？他说有个洞要跳下去，是不是这里？啊，我跳。死了。可是我要死了。你死了？我快死了。就是没死。这是一个数字吧？我看一下。一。这个是一耶。是一，有个箱子写着这样也看得到，为什么？你怎么看到一的？哦，我看到了，那个箱子写这样也看得到、哦，对，里面有什么东西？成就，成就，这样也看得到，这样也看得到，哇、哦，下面那个是什么？六吧，一六，一，这是六、哦，应该是，可是他没有给食物啊，这怎么回事？所以我们要一直往下跳，八七耶。一六一六，那我要死了，我死定了。我也死定了。下面那个数字是什么？九吧。看，六九。
还是不能再往下跳了，我们再往下跳真的就活不了嘞、欸。我看到1694，1924，我们要哎，可以回到最上面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示范给你看啊，跟你讲什么叫高手啊，哎呀，哎六，哎、欸，我摔到六就死了，来，16924，一六九二四，我回去喽。最后一个是四哦，你有看到？对，那耶， yeah, 然后嘞？我传过来了，他应该一次只能传一个人。不行，那你 TP 过来吧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我不知道去了哪里，好像是个屋子要逃出去。哇，这个剧情。哇，控制感一堆，这不是钥匙，不是钥匙，哎、欸，这有没有？它是不是有一个？这是数字吗？也不是数字，哎，这不是钥匙，这是控制感杆，是控制感，这不是钥匙，这不是钥匙，好像不是数字，那要找一把这是钥匙的钥匙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么机车哦，这不是钥匙，所以他可能会有一把说这是钥匙，你有看到了吗？还没。这是假的，这游戏怎么这么讨人厌啊？这是钥匙，这不是钥匙，这都不是钥匙啊！有吗？这都不是。他说，你有看到他说这是钥匙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全部看完了。哎、欸，我哎，伸、欸、腿过来。哪里？你走啊，走啊。这里。哦，画里面哦。这里有这是钥匙哦。这个成就给你、欸。找遍所有地方。找遍所有地方。对。哎、欸，找到了。正中央那个，他就说这是钥匙 ，key， 他写 key， 哇，写的真清楚啊！好险你不是写五个字哦，我不是写这就是钥匙，投下 key 并按下按钮，投下 key 并按下按钮，按钮，门开了，哦开了，那是残血，其实有火把，他说这个提示展示框，关于展示框。这屋子中有多少朵红色的花？关于展示框，有456372218这样的设定。什么东西啊？你自己看哦。听不太懂。你自己看书没？哦。这个屋子里有多少幅长方形的画？这个屋子里有多少朵红色的花？那我们要去找哎。所以要转这个是不是？红色的花，所以我去看红色的花。哦、红色的花，多他说长方形的画嘛，对不对？一朵，一个长方形的画。目前只看到一朵而已，下面还有六一朵，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四个长方形的画，三朵。我看到三朵，是三跟四。那我来转我的。我来转我的，一、二、三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你传走了，欸、我被传走了。哎、欸，我也来了。莫名其妙成功哦。对啊，成功了。我转到一半哎、欸。你搞不好转错了、欸。这是骗你的，假的。假的纸，骗你的，骗你的，骗你的，假的，骗你的。假的。都是假的，骗你的。假的骗你的，真的、欸、都是骗你的。哎、欸，成就骗局中取胜，我看到了右边那个箱子。骗你的，骗你的，骗局中取胜，你拿一下。哪里我没看到哦、啊？右边中间那排，从右边数来第二个。从右边数来第二个，骗局中取胜。对啊，所以中间那个纸你已经拿走了。没有，我没有拿，我都没有拿。哎、欸，这里本来有一张正确的纸啊。嗯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没有啊，算了，没有就算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那个十字镐。啊，对，十字镐继续挖。可以，设计也挺不错的哎。还有另外一个，控制感跟成就细心观察。成就感，细心观察。好，控制感也可以插在哪里？耶插在这上面。应该钻石这里吧。钻石这里，钻石吧。开门了，門欸、要跑酷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个哎、欸，要跑酷。哎、欸、啊，可是我残血。要跑酷了。我机车哦。
这么机车哦。您先请，先请。这么机车哦，不是不跑，是觉得这个浪费时间。错啊，哎，你跑得过，你好厉害哦。哎咻，哎，你怎么忽然挡住我的视线？你先请。应该没有碰，我先请哦。啊，好紧张哦。我要请你帮我开路的说。你刚才是不是偷偷 TP 我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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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！TP 会发现的。TP 会发现，我可能 TP 你了，我都没说你 TP 我了。哎呦，差点 TP 了。有个东西，最后的试炼，你有勇气从这里跳下去逃离这个空岛吗？哦，咻，后面给你念。哎，我也回来了，这里看上去好高啊。这个高度跳下去会死掉啊！下面是，哎，那个洞啊！下面是，哇，太远了吧！就是那个洞啊，太远了吧？还是有其他地方可以跳？他说四周有提示，看来提示就是这个，看来就是这个。来啊，跳啊！会出现洞，跳啊跳啊！哇，你先，我先去死是不是？先，会。不行死！怎么会有人跳那个洞啊？啊，他跳也是跳史莱姆方块，干！在，居然是跳史莱姆方块哦！对啊，又跳也是跳史莱姆方，到底为什么有人会想跳洞啊？哎，到底为什么啊？我也是要跳那个洞哎、欸，想说怎么可能？你到底为什么要跳洞啊？好啦，哎呀，我们出来了啦！哎，结束了、欸，太快了吧！我看一下，挖掘高手有啦，哇，这样也看得到有啦，找遍所有地方啦，六，骗局中取胜啊，啊，细心观察，哦，完胜，全速通关，哇，还有一个，这不是钥匙啊，这不是钥匙，哇，这个早就超多，哇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跳那个洞呢？好难理解啊，我很想知道那个为什么有一个那个洞、欸。你个超级被骗哎！而且我就想说跳不过去，因为有屏障。哎，真的哦，难怪你卡在中间。对啊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照理讲可以跳到上面去的啊。哇，你真的很聪明哎！你怎么没有看到史莱姆砖啊？我真的没看到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拜拜。